要好看啊！来，都咬了。我老婆已经下飞机了，我得马上去接她。哎呦，都一点了。你打车回去。好吧，干爹。等我电话啊。大个墨镜，爸差点没认出你来。爸，你也真是，怎么说来就来了。这还咋的了？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还不快啊？再过几天就是你生日了，老爸也想来看看我宝贝女儿。哎呦，最近瘦了呢。对了，老爸给带了你最喜欢吃的腊肠。哎呦，爸，放回去吧啊，咱们回家再说。走。哎，好，回家再说。不远吧？爸，别收拾了。
没事儿，休息一会吧。这太乱了，我帮你规制一下。饭昨天玩的怎么样啊？一会儿咱们去吃西餐。吃什么西餐啊？我让爸爸给你做饭吃。你饿了吗？我做早饭。不饿，马上该吃中饭了。墨儿，昨天晚上几点钟回来的？爸，西餐吃不惯，咱就去吃全聚德。来北京啊，都得吃这些东西。墨儿，以后晚上啊，别回得太晚了。哎呦，爸，你先坐会，我给你买了点东西。我给你拿去啊。爸，你看，还试试这衣服。怎么样？哎呦，这我可穿不了。还有，你呀、啊，平时不注意保养身体，这些啊，对肠胃、脾脏都有好处的。这啥呀？哎呦，我看不见。爸，您试一下衣服呀。哎。没干嘛，我刚起呢。嗯。好，还是上次的会馆。嗯，知道了，不会迟到的。谁呀？爸，晚上我有急事，不陪你吃晚饭了，一会儿给你叫餐。你呀也累了，多休息休息吧。墨儿，你看，这是啥？这个干爹是谁呀？嗯，干爹就是一个对我很好的叔叔。叔叔？哎呀，爸，我啊赶时间，晚上回来再说吧。哎，你看这孩子，你每天忙什么呢？这是？没什么，爸。哎，爸，你老跟着我干嘛？墨儿，有些事儿，爸爸今天必须问清楚。你这个干爹，他到底怎么回事？墨儿，你要清楚，这天上没有凭空掉馅饼的事情。爸，他那没什么企图。您多想了。墨儿，你可别忘了，你爸爸也是个男人。你跟我说，你没做什么。爸，你放心吧，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，我很清楚啊。你可千万别像爸爸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女人，都在挣卖身钱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什么卖身钱啊？付出能付出的，得到该得到的，这很公平。爸，你不知道我一个人在北京有多不容易。北京那么大，房子那么多，车那么多，可有人却要四处租房子，有人要拼命挤地铁挤公交。不想要那样的生活，我就是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家。爸，你给不了我这些，只有靠我自己的努力去得到。你，那你就努力的出卖自己。爸，我怎么出卖我自己了？我一不偷二不抢，我付出能付出的，得到我想要的，我有什么不对吗？我就是想要过上好的生活，不能让别人瞧不起。爸，我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，我也是为了你。你还有脸说为了我？爸，你知道你有多可悲吗？干爹跟你差不多年纪，人家有十几家公司，想去哪就去哪，你呢，你就成天守着你那破房子。妈给你这一辈子太不值了。
哟，王总。哎呦，于老板，稀客稀客，请坐请坐请坐。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刘老板。刘老板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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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坐坐。于老板，这位小仙女儿是谁呀？我干女儿，小莫。怎么样，不错吧？不错。刚重点大学毕业。美女加才女，于老板，你可真是有福啊！哎，刘老板，你看我奋斗这么多年，就没这个福分。哎，小莫，给王总做干女儿，那可是几辈子积累的福气啊！王总，那您不嫌弃就认下我这个干女儿吧。那就太好了。那我就先干为敬。痛快，就冲这个，干爹奉陪到底，咱们不醉不归。怎么样？干！哎，美女，小莫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晚上陪你吗？我在福士德已经定好位置了。你知道他把我睡了。莫儿，晚上我们边吃边聊，好吗？我吃得下去吗？那你想干什么呀？那你说呀。别闹了，听干爹的话。先回去，晚上回去我们再说，好吗？30万。30万？真把自己当根葱了？你也背？告诉你，大家都不是吃素的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你过来一趟。干爹，小莫儿，你真是太聪明了，聪明的我都有些害怕。我都快吓死了。你干嘛呀？对不起小姐，这张卡也没钱了，能再换张卡吗？不好意思啊。
小莫，今年香奈儿有几款衣服特别特别好看。这个贱女人，你怎么这么轻贱爱马仕呢？出了一款限量款，特别适合你哦。小莫，你这个骚货，你买回来就是出去卖，不要脸。在你楼下，你下楼。莫儿，爸，你怎么穿成这样了？赶快上去换件漂亮的衣服，咱们吃饭去。算了，爸带你买衣服吧。来，上车。爸，来。爸，你。这件吧，爸，我们走吧，这衣服都挺贵的。哎，不贵不贵。服务员，别，爸，把前面试过那两件呀、啊，一起包起来。别了，别了，别了。行了，来。哎，爸，刷卡。坐下吧。爸，爸，咱们来这儿干嘛呀？这东西都很贵的，我们走。服务员，点菜。先来两份极品牛排。爸，来两份极品牛排。现在牛排要几分熟？莫儿，你说。不好意思，我先跟我爸商量一下，一会再说吧。不用商量了，我要全熟的。您来全熟的啊？那就我建议您来六七分熟的，那样牛排会比较嫩一些。好的。再来个烤咸猪手。烤咸猪手。不要吃了。再来个鹅肝。爸，别点了，吃不掉。鱼子酱。爸。这是鱼子酱。再来个鸡肉蘑菇汤。鸡肉蘑菇汤。再来两个慕斯蛋糕，慕斯蛋糕。对了，再来一个冰激凌船。好了，谢谢。爸，脑子发热，你去医院，你来这干嘛呀？小莫，你忘了，今天是你的生日。我生日也不用来这里。先吃先吃，吃完了，爸爸还要带你去个地儿呢。啊，来来来。收拾多漂亮！爸，来这儿干嘛呀？走，这边再看看。哎呦，爸，爸，爸，看看。哎，服务员，来，过来拿这条看看。别闹了，爸。看看。哦，好嘞。哎呦，来，戴上试试。来来来。爸。多亏我漂亮的小莫儿，喜欢吗？我们回去吧。哎，别动，别动。哎呦，爸，我感觉不错，就带着吧。服务员，爸，你疯了吗？这项链十多万呢。只要女儿喜欢，老爸送个生日礼物嘛。来，刷卡。哎，小莫儿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莫儿，莫儿，哎，莫儿，莫儿，莫儿，哎呀，莫儿，你，爸。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？我，咱家的情况我又不是不知道，哪来的那么多钱？我也不是偷的，不是抢的呀。你放心，你老爸呀，就是想让你开心一下嘛。开心？我开心得起来吗？我，哎呀，莫。那你说，你钱从哪来的？我，哎，莫，你老爸辛苦了一辈子了，怎么也攒点钱吧。再者说了。现在这房市这么好，你老爸这是，我是大赚一笔呀、啊！什么？我你把房子都卖了，家都没了，要房子还有啥用啊？爸，你糊涂了吧？爸糊涂也好，清醒也好，我现在是明白了一件事儿。我已经是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，以后的生活也就这样了。原先啊，我还一直在想跟你安排未来，把房子留给你，可是我错了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喜欢的生活是啥样的。你说的对，
你妈跟了我几十年，她没有享过一天的福。爸是在想，只要是你喜欢的生活，哪怕就给你一天，我也不遗憾。妈，妈，乖，咱不哭了啊！爸带你回家吧。妈，行了，咱不哭了啊！爸带你回家。行了，妈，爸理解你。爸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呀，就是没让你妈享一天的福。前几天回家以后啊，我想了很久，我觉得呀，有些啊是得改变了。爸，我让你失望了。哪有啊，默儿啊，爸觉得呀，你再胖一点就好了，现在啊有点太瘦了。女孩子啊要学会爱惜自己，睡觉啊别太晚了，对皮肤不好，别吃太辣的，酒呢最好就别喝了，在很多事情上啊要学会保护自己。爸爸毕竟更了解男人。爸，你别说了。默儿，爸爸明白，爸爸只是想啊让你找回自己。今天生日开心吗？开心。哎，我爸最好了。好了，爸，快睡吧。你给默儿说个故事吧。好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小姑娘。